響應今年聯合國世界環保日的主題生態系統恢復，環保促進會今年繼續在6月份舉辦香港綠色日，帶領香港各界關注這項環保的議題。地球上所有物種都需要健康的生態系統，要逆轉人類活動造成的損害，恢復生態系統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幫到手，例如種植多些樹木啦，綠化城市、修復花園、改變飲食習慣、清理河流和海岸廢物等等。想認識更多，記住參與香港綠色日的活動啦！6月5日一起著綠香港，請支持香港綠色日。